24号晚，产后复出的谢娜在网上晒出一张敷面膜的自拍照，并喷了写道：“好开心，收到好多礼物，慢慢拆，慢慢拆。”附上化妆师送的面膜，黄青霞现身了。敷完以后，去和好久不见的大家聚会了。照片里，谢娜贴着金色面膜，露出大眼睛，看上去精神很好。随后，谢娜还在网上曝出好友姜思达送给两个宝贝女儿的凉亭小皇冠。4月25日一大早，录制完快本的谢娜在网上感慨产后首度复出，录节目的心情，第一次录影结束了。长沙的朋友们，下次见喽！这两天话太多，嗓子都快说哑了，主要是有点兴奋了。好了好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么么哒！芒果儿新闻看回归快本的娜姐很开心呢，报道。